早就离开灯火梦之。这个不是很值得留下来吗？他小时候他参加星光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跟感觉啊。那我们一直说希望雪峰以后能够更成熟，那他自己独树一格，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音色是一个很特别的音色，有点类似像阿杜那一种。所以既然这么有个性的声音，应该在穿着打扮上面。对，我觉得他讲阿杜吗？对，是有点沙沙那类的，是不是？不是，他的发声方法跟阿杜很像，是有一点在鼻腔这边好像有点漏气的那种发声法，是有特色的。那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声音，我就觉得不应该是穿这样子，他应该穿得更随性一点，更有性格一点。刚刚这首歌能够唱这么酷，很不容易，因为我本来想说可能就是模仿王菲的那种唱腔吧，很有种啊，选这个歌，谢谢，很好听，谢谢你啊。那次在星光的成绩怎么样？二十强那时候是十五岁的时候就忘词了，很就是对，你有没有觉得很不甘心？你这么会唱，竟然就也没有留到最后。其实我不会把比赛当作是我一定要得名或什么，我觉得因为每一个比赛都让我更成熟或更确定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好。他这个出片我会很乐意放来听，就是很好听。他说找到好的制作人，然后慢磨练，蛮有意思。现在还没有人要帮你发片吗？有在计划吧，我不太确定，就我也没有在就是干涉这方面的事情。OK， 对，好，谢谢，谢谢。刘思涵，你为什么被上海的一个杂志选为即将爆红的人之一？你知道这件事吗？对，我知道，就是有个杂志，然后罗列了几个他们心中觉得即将爆红的，好像是九个人吧。然后我跟 B2 哥一起被选中。你跟谁？B2 哥，我们的节目制作人。对，对，我们节目制作人 B， 这是刘思涵吗？哦，对。所以这个杂志就帮你们。这些即将爆红的人都有照片。对对对。那有 B2 的吗？有他完美的侧面。你看一下，有吗？对。B2， 你这是专程去拍的吗？你看到这张照片应该爽翻了吧 ？B2 很帅哦 ，B2 这个很迷人哦。这张拍的还蛮有味道的。B2 身上就印着“爆红的人”四个字吗？是。可是 B2 已经红了，他需要再爆红一次吗？啊、这个发型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是即将要红很久，还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红15分钟的话？他应该你说康熙播一节就那一节红吗？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看过这个内容，他好像有提到15分钟这件事。他没有，他说的是当时有个就一个人很有名的理论是 Andy Warhol， 对，他说每个人都有15分钟可以靠那15分钟红起来。陈汉，你刚刚说出了 Andy Warhol 的名字吗？对啊，也 never mind。什么 never mind？ 什么事情 never mind？ 我讲出来是 OK 的，对啊。你背了多久？没有啦，因为不用背啦，这是一种尝试。有时候多听多看，你就会。Andy Warhol 是哪一国的艺术家？哈哈呀，我们今天聊 B2 嘛，对不对？聊 B2 嘛，对不对？先聊 B2， 连哪一国都答不出来，你真的好混啊！你是吗？好，接下来我们要请 James 上台演唱。Cold sweat, hot head dyed by Levi. I threw my hands in the air, said, "Show me something." He said, "If you dare, come on, come a little closer." 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we go.Tell me now, tell me now, tell me now, you know. Oh, not really sure how to feel about it.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makes me feel lik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nd it takes me all the way. I want you to stay.Oh,
things and I hold on. Oh, I need this hope gone. Funny, I'm a broken one, but I'm the only one that needed saving. Cause when you never see the light, it's hard to know which one of us is caving. Really sure how to feel about it.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makes me feel lik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nd it takes me all the way. I want you to stay, stay. I want you to stay.当然是偶像啊，长这样然后又唱这样，有什么好不当偶像？很厉害，谢谢。所以 James 以前有，你从哪里来的？是英国人，是中英混血，我妈妈是香港人。那你在英国有参加比赛吗？啊，没有，我之前在一个怎么说，保险公司，一枪对，一些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个不是在一个世界上一百强公司工作，世界一百强的保险公司，可是然后是上班族，对啊，可是是不是买东西，就是不是卖东西，是做生意的。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变成歌手的？你打算忽略不是卖东西，可是做对，算了 ，Never mind。有些时候越聊越想，你知道进入死胡同。就是 financial services， 我不知道怎么说 financial service。什么 service？ Financial services。OK， 非常非常好听，谢谢你，谢谢。所以 Ruby 有料到他的歌声是这一路的吗？就他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我有听有看到的相关报道，有讲到他很多次。然后我觉得我只是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其实因为他的声音跟他长相，就是他长很干净，但他声音是不干净的，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声音是很冲突的，但是很迷人嘛。那我就想说，像他这种其实这种自弹自唱，像刚才那一首歌啊，很棒，是他翻唱蕾哈娜的那一首歌，然后变成这个样子的版本，是在网络上你放在 YouTube 上面会大红的那一种。就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我不是有自信的人，所以我一直只想一想，我没有才能，所以我觉得别人有更多才能，所以为什么我应该有那么骄傲？没有自信，那还会谁有自信？可是你没有，我是觉得他还是要保持一种神秘感。我刚才听到说有你要找他拍戏啊，我觉得说你应该先把唱歌这个部分神秘感保留深一点，因为你现在唱这英文歌，你这样唱啊，按你的外形这样，大家会很好奇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这个好奇这个要有。因为我觉得把它放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把它放在一个戏剧里面哦，其实我很担心磨练不够的时候，反而你的优势变缺点。所以你是说他今天根本不敢来上我们节目，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属于主持或是长期定。他意思是我们现在应该用布把它罩起来。James 在这个孟志深前面做些故事的介绍，他演得蛮好。我觉得许常德的建议很对。对了，台湾就是太常把一些应该要保持神秘的人曝光过度，结果就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对，所以你现在赶快到后台去。先到这边，不要闹他了，让他坐下去。好，下一位我们要请双双了哈。超时感演唱，小 S 再度更上许常德。他正在期待
你真值得爱。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的那个歌手选手就是质感都比我们这一代好很多，可是你替你自己讲话就好，不要牵拖你那一代。你那代也有很多质感好的人，就一上去只要有一次错你就完蛋了，所以美女绝对不能嫁人的原因在这里。美女也有嫁人的，我也是顺利嫁出去了。